你要干嘛？不要，不要！啊、我的妈！走了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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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走了。我的妈！滚！失手造成的那次意外，也因为救护车来得太迟，秋许当场死亡。君儿错失抢救时间，最终变成植物人。主任跟校长怕事情闹大，始终都不肯让警方调查意外的真相。Yeah.